买手电和菲菲互选衣服。OK， 这个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裙子吗？这个怎么样？你的表情。这个好好看呀。小燕子，我可以试试。你给我的，我都会去试一下。谢谢。可以，但是哦，我天哪，你马上要去上班了，班味十足是吧？这应该就是我的包了。菲姐一起度过了一天，我想说这次 date 真的是我近几年来最开心的一次 date。 生活中的菲姐真的特别的成熟、温柔、体贴，会照顾每个人的感受，然后整个 date 全程我都感觉自己像被捧在手心里一样。但有的时候菲姐也会露出那种特别可爱的小表情，比如看到奇葩的单品，她就会眼睛噗的一下瞪大，然后就超级可爱。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跟菲姐 date。 我觉得女孩子们之间可以多多进行这样的 date 活动，真的可以把美好的energy 带到我们的生活里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菲姐。